我呀，你告诉我又不跟我说，我今天晚上根本都睡不着觉了。哪里跑？告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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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干嘛？ 再不老实，现在就把你舅舅叫来。老大，那个……没事，你们继续吧。我就说没有那么快吧，你们催什么催？一天天的。做好准备，深深呼吸，想要陪你。 到山顶，陪你看最美的夜景，想到你开心。哦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再难也不会有愁，牵着手，牵着手，带你去遇见。乖点，今天晚上先专心的准备比赛，别想东想西的。那你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吧？ 在你眼里，我就这么脆弱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之前出国参加 ACM 编程大赛，头天晚上也是兴奋得根本睡不着觉，所以你现在心情我十分的理解。这样吧，我和乌拿电脑过来陪你好不好？等我。啊。